所有战斗中，铁是天的长。灵，优雅，却破坏力强大。观察力敏锐，善用资源。同于一，即使是墙，也能是攻击的道路。铁玉的战斗方式不同，他们熟练欺敌行动，就算在险境中也能够取胜。但铁玉与所有步兵和机器在战场上最大的差别，在于他们和泰坦之间的关系。步枪兵库伯，我们走吧。该死，船上的模拟舱已经重启过了，我们得重新设定。全体注意，准备大刀行动，我们已进入提风星的最后航程。觉得这样可以吗，库伯？好了，我们走，我们看看你记得多少。设定神经连线，和泰坦连线类似，但不一样。学系统正确的心态，稳定的原则运作，照准你的跳跃装备及移动方式，经过强化后会像直觉反应一样自然。好漂亮，这是受到我的家乡哈莫尼星的启发，我在这里长大，我们是为此而战的，库伯，为一个没有金属与硝烟的世界，为能在繁荣与和平中生活。来试试你的跳跃装备，在这边做个基本的蹬壁，跟上次一样，看着幻影铁玉，并试着跟住他。好，这才像样。在底下压低，简单的二连跳，跟着幻影。古神星移以后，我们夺回了四分之一的边境。反抗军越来越有规模，每天都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加入来对抗 IFC。 以前看到他们只能逃窜，现在不一样了。战斗情势瞬息万变，你要能使用任何在战场上找到的武器，这只是我打仗期间用过的其中几种武器。该去打靶了。填装弹药，为求精准，用武器上的瞄准器。击杀全部，我们才能继续。
瞄准，深呼吸，扣下扳机。挡障时，目标不会坐以待毙，而且会还手。很好，你可以继续练习，结束后至试炼室。练习到满意，就来试炼室。很好，今天有个新试炼，标准是2分钟。想继续得加油点，跟着幻影或另寻路径。铁玉在战斗中必须保持平衡，速度很重要，但你也得能够击中你的目标。我们得练习这些技能，直到成为直觉反应。邓强跑得更快，试试看。